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木屋升华二。升华二，这个我们先把定点腐蚀的先把它处理掉了。基本上一开始他就送我两个定点腐蚀啊，非常碍眼的定点腐蚀。哦，还没达到那只越战越强，基本上是没什么压力的。哎呀，你去摸它，好，算了。这我刚忘记指定第二只，所以就对。怎么没攻击猪啊？有了，有攻击猪了。还没死，再说我们不能死。这稍微有点危险哦，各位力道稍微斟酌一下，因为你打太大力，中间那只会被波及到，有没有？那现在的话，我先做一个保守的打法。哦，对，哦，保守一点，不然会被送走哈。还有两回合，我们做一个补血。下面我在做什么？做叠珠哈，因为下一关是大于等于无 combo 盾。哦，但其实转珠技术够好是不用做这个多余的动作啊。哦，先开再说了哈。哦，非常漂亮的叠珠哦，基本上一波带走。这个是属于一个对不晓得怎么过关的就过关哈、哦。以上是木屋升华二的通关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